这条船呢是中国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的，而且呢不仅仅是大和长，在节能和环保上面呢也是最领先的。我们用这么好或者是这么先进的一条船来航行欧洲的港口，啊，来践行"一带一路"倡议，啊。 就是我们是希望的，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，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拓得越来越宽广。